主席洪秀柱11月就要和习近平见面了。前总统马英九24号邀洪秀柱与党内大佬与会，谈到洪习会相关议题，马英九与洪秀柱在两岸议题上摊牌了。马英九挑明，跟党内部的意见一定要一致。这么多年来，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是不可分的，所以在未来呈现的时候，你应该保持原来这样的一个方式。蓝委也要求朱朱姐只能讲出九二共识、一中各表。我们也希望啊，这个洪主席在洪习会的时候维持国民党过去8年以来我们在两岸政策上面一贯的一个基调。我们国民党的党团的意见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一中各表。到底在洪习会上，朱姐会怎么说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